有一种鸡贼男啊，他们介于传统男性和现代男性之间，热衷于在任何消费问题上跟女性 AA 制啊，比如说呢，吃饭 AA 制，租房、水电、买菜全都 AA 制，美其名曰帮你成为独立女性。实际上啊，他是既不想买单，还想要那个逼脸，他只想在原来 AA 制自顾自的基础上加一成啊。那就比如说，他就可以把这个5-5分改成4-6开，他就可以享受男子汉大丈夫、照顾老婆、照顾女朋友的美誉，啊，而你呢，只是在自食其力的基础上少出了一成，你就变成了一个靠爷们儿的、靠男人的啊卖逼女。就更鸡贼的是啊，这样的男人出6成的钱，吃7成的饭，还要在你怀孕的时候告诉你，啊。这个孩子他有一半，明明是你在生啊，你在走鬼门关。他说，女人生孩子天经地义啊，在你刷锅、洗碗、带娃、喂奶的时候，叫你去做贤妻良母。